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 等的实验室，我是 Y 叔。还记得这两个小家伙吗？没错，他们是从这坨泥巴里挖出来的。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月了，他们还好吗？让我们慢慢往下看。很快，一个月过去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两只小家伙。哎，好像有变化了，我们拿出来看看。这是这只黄色虫子蜕下来的皮，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，这只虫子原来是一只泥蜂。你们猜对了吗？眼睛和翅膀变成了褐色。再来看这只没蜕皮的，身上感觉软趴趴的，应该没有死吧，可能也快要蜕皮了。很快又过了一个星期，两只泥蜂都完成了蜕皮。之前蜕皮的那只眼睛已经变成了黑色，又不知道过了多久。今天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只小家伙，之前黄黄的两个小家伙现在都变成了黑黄相间的颜色。哎，好像上面这只有动静，难道马上要破皮而出完成羽化了吗？不知道它的毒刺有没有变硬了，我怕它蛰我，还是不要放手里了。还有屁股上一点点皮还没有脱落，帮它一把吧。现在身体还是软的，翅膀也是软塌塌的，我们让它休息休息，等明天早上，这只泥蜂肯定就能展翅翱翔了。